25年前，我出生了，我爸一生发财未遂呀，希望我长大以后呢，大富大贵，所以名字得霸气，得家喻户晓。我有钱，王宝财。等嘞，宝财。王德才，我月底开了工资就给你。我刘德才什么人，你还信不过吗？有才，西门有才，我不在家，你找我媳妇儿干嘛？我借条裤子。怎么宰了你我？干好几个。妈妈，我捡到钱了。要啥子嘛？吃饭吃饭。妈妈，现在发财了。你发个屁！王小目标，算了，直接叫王亿万。陆小圈，是我青梅竹马的女朋友。亿万，我找到工作了，在泰国。虽然他离开多年，但是按照我王亿万的人设，我注定要出现在他婚礼的 C 位，然后用钱，用钱。钱不是万能的，更何况我也没钱。你看，小圈果然来问我要钱了，要份子钱。之前在这订的房，这是我护照，您不洗个手吗？王先生啊，对，房费1100，来旅游啊？来参加婚礼。大老远的来参加婚礼，那关系一定不一般吧？新娘是我女朋友。怎样来钱快？演员。马戏团有只猴子，最近几年家了，十分欢迎你这种像猴子的人才。你觉得我俩像吗？你说呢？梦想还是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到我医院就像了，提我手术费8折。哎，调料包呢？哎，200株，这一个就200，还有面呢。那附近哪有银行啊？出门右拐有一个，不过正在搬迁。那我怎么取钱呢？取款机能用，但是你得小心，我们这里啊，民风彪悍。不至于吧？我让你全家都耍猴！没事吧？我头发乱不乱？没乱。嗯，哎，跟谁俩呢？
你相遇啦，快点回家收衣服啊。麋鹿们，มอบอยู่ในนั้นเลยครับอันนี้ล้มลุกหรอฮะอยู่มากเนี่ยโอเคโหลใครรับเลยว่ะคนก็ไม่อยู่โทรศัพท์ก็ไม่รับไงดีวะเนี่ยพวกเรากงหวังลองสอบกินก่อนนะไป怎么开的车有种你给我回来来大哥我跟你开玩笑呢不是你把我脚脖子都弄埋去了来吧谁把卡落这儿了你好，我是警察，请几位出示一下证件。请你们几位以后出门穿衣服，好吧？ My name is police。现在你已经被我一个人重重包围了，我要把你抓起来，跟最变态的人关在一起。
别开枪，我自首。对不起哈，别害怕，这是伞。是这样，刚才啊，我把银行卡落在这儿了。啊，我可没有拿你卡，哦，没有拿你卡里的钱。您怎么知道我卡里钱没有了？刚才有一个。大哥，我能看看你的包吗？不，我不让你看。钱肯定在你包里，你赶紧拿了我的钱。那你跑什么呀？你给我回来！走了你的钱，站哪？别动，把钱给我。零钱行吗？别废话，把脸转过来。你们这行规矩我懂，我转过去我就废了。把包打开，快点。好。大姐，我来参加朋友婚礼的，我这包里啊，除了袜子就是哑剧。小圈儿，那个你怎么在这儿啊？啊，那个你明天不结婚吗？你怎么知道？不是你给我发的请帖吗？我给你发，去哪儿啊？回家。我。还抢我钱！你这么做是不对的啊！你们是一伙的吧？你管呢？钱在他包里，快给我抢回来！哎，年轻人，我去！不管他！何に用か簡単バブレオ탐다래방매위티레버카에等一下哎不对呀、啊我卡里明明少了10万块钱，怎么又回来了呢？哎呀，怎么还有这种事儿吗？哎，嗯，那这10万是谁的？我的钱被人抢了，劫匪还在银行里头。他们用的什么型号的枪啊？他们没枪。没枪。啊？
他们用的什么刀？他们没有刀，一男一女，有一把伞。一把伞？嗯。严子，啊！终于让我等到了这一天。给你。给我干嘛？这钱不是我的。那也不是我的呀。这连钱带包是你抢过来的。那不是你让我抢的吗？王一万，这么多年没见，你敢跟我顶嘴了是吧？你拿这么多。哎，就是他俩，雌雄大盗。烟儿，冒烟了。你们两个别动啊！干什么事儿的不知道吗？啊！你怼我干什么？是他俩吧？是，就是他俩。把钱还给我！谢谢啊！干啥呀？我回家。咱还没录口供呢。好玩吧？好玩。问他呢？快说。不好玩。告诉我，干这行多久了？大哥，我是来参加我女朋友婚礼的。关系够复杂的呀。站起来。你说。都是误会，我银行卡落这儿了。我回来发现我钱没有了，那肯定是他拿的呀。他现在钱又回来了。钱没了啊，然后又回来了啊。他怎么回来的呢？你说呢？你说呢？我不知道。我在床上。说，你们俩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是雌雄大盗。雌雄大盗！啊！行不行？别动！别抢呀你！我是保安，不是警察。我不认字啊！啊！蹲下，那边。松开。手游发电呢？哎呀，高科技呀、啊！鸭子，哎呦我的！是不是什么糊了？哎呀，别他妈摇了！不晚，来的正好。哎，东西带了吗？什么东西？钱呢？钱？有。你们这些够不？你干啥的？他俩是雌雄大盗。不是大哥。你啊，要不这样，咱们能不能心平气和的交交心？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交心呢？啊！别动！干啥呀？别冲动啊！要不交交心？好的，老铁。是这样啊。有个提议啊，这个枪炮无眼，咱能不能先把这个枪先放下？
一会儿。这个头开得非常的漂亮啊。来打劫的？同行。第一次吧？惯犯。我们入行也是十来年了。你看这么说，这越说越投缘。那现在咋办？你们在这儿，我们换一家。这附近只有一家银行，你们到底是不是劫匪？黑哥，你啥意思啊？如果他俩不是劫匪，肯定报警。那今天晚上咱就拿不着钱了。这大哥说话咋这么草率？咱都是劫匪，咱报什么警啊？啊！既然都是劫匪，碰着就是缘分。我们哥俩也不吃独食，要不然一起抢，五五分账。没信号。手机拿我用一下。我没带手机。关子找一个去。没信号。去那边试试行不行？势均力敌。这是伞。怎么还想报警？走，我自己进去。就不抢了吧。乞丐又没钱，当然不能抢。送上门来的，不抢太不值了。对。
么意思啊？打劫！我们是好人。把钱给我。这钱我也急用啊。先借我们，过两天还。借？你要钱还是要命？等我打个欠条。你俩思想不统一，我到底该听谁的？你哪那么多废话？我让你把钱给我。不是，站住！这钱给你们，我们就死定了。什么意思啊？这钱要给一个人，他拿不到钱，咱们都别想活。这人干啥的呀？他答应帮我杀一个人。谁呀？我老婆。天天小姐帮帮忙，你吃不完的羊肉串你给我几串，戴不下的金戒指给我几串，捆不拆捆不硬，吹捧奈奈卡。老公，晚上我要去打牌，这个是我给你打包的京酱肉丝。你花钱雇你老婆杀人，杀死我老婆。你不是说你老婆那方面挺冷淡的，看照片挺澎湃呀、啊、为了她我才去当乞丐的，没有想到我辛辛苦苦讨来的钱最后却为了杀了她。那帮你杀你老婆的人是谁？曼谷第一开膛手 Lime。在，啊！别走了，这位是。先生，好啊，别走，别走，再坚持会儿。加把电量，你马上就冲了。别走，别走，别走，别走。眼睛看不见了？我三岁的时候就看不见了，但我知道你在招手，我能听到风的声音，我还能听到有人在用手机。我查话费。那你是来取钱的吗？我来找养花的大叔，他答应给我一笔钱让我治眼睛。你要干啥？我闻到这有花的味道，它应该就在这儿吧。养花大叔，
赶紧把钱给人家姑娘。我要记住你的样子，你是我复明以后最想见到的人。姑娘，这样我们还有正事要忙，要不你先回去吧。对，好。花不完就施舍给别人，比如街上的乞丐。等我挣到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谢谢你们。晚上别出来瞎溜达。遇着坏人咋整？我遇到的都是好人。放进去。坐上。鸭子，门口有人。如果那人报警就麻烦了，咱们撤吧。我们保证绝不跟警察说你们长什么样。现在我都有点想不起来了。我是一名失忆症晚期患者，我连我自己长什么样我都不记得了。哎，对，哎，你是谁啊？我是。你慢慢考虑，我们先走了。老公，你刚才叫他啥？他姓龚。在对面开棺材店，大家都叫她老公。哎呀，搭把手，把老公抬到那边，快！我们来吧。我们来。又怎么这些？棺材是不是就他的呀？他是我未婚夫。这不老公吗？他是我老公。这老公还是老公啊？老公，老公，你醒了。你怎么在这儿？黑哥，那边有信号，占线。妈的，耍我是吗？还有几个小时天就亮了。你们嘀咕什么呢？没嘀咕，我们盘盘道。哎，你们放了我给你们钱，我有钱。啊？乞丐的钱吗？龙手提地看那尼，往地看那看带羊爱卡，他死了开拉皮错卡，你瞎呀你啊！对不起。啊？怎么在你这儿呢？我。你俩干啥呢？妈妈，烛光里的妈妈。
这人这太他妈猖狂了，唱着。太他妈不讲规矩！你们是不是想死啊？啊啊啊！把人都叫感冒了。干他！一人一个。黑哥，消防车来了。哎，你们干嘛呢？偷气，在这儿烧偷气啊？你们这儿都烧真钱啊？咱们这不都孝着孩子吗？能拿假钱糊弄父母吗？仁义。管啊，一百九。烧头气，你罚什么管？你罚管？这是规定。我们认罚。哎，这钱。一百九十一啊。姑娘，你咋了？刚才有个人把我打晕了，然后他抢了我的钱。那人在哪儿呢？我听他打电话，说是要去银行。哎，鸭子，刚才这小子给消防员多少钱？一百九十一。怎么那么耳熟呢？泰国报警电话191。又是你，你巧了。耶！
第一，准备一辆加满油的汽车和500万现金。第二，我们要啤酒。文森哥，别都讲破财，你咋那么迷信呢？我告诉你个秘密，你能放了我吗？啥事儿？就是你们当中有人是假劫匪。啥意思啊？就是有人假冒劫匪。谁说谁是假劫匪？来，不，你们只要放了我，我就把这秘密告诉你们。老公，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不用说了，我就要坑你他俩。怎么不是你？你们俩呢？就是你。哎，你手机怎么有信号呢？没得 ，China。哎，这个电话不用接。喂，亲爱的，你看新闻了吗？你家店旁边那个银行被抢了。没事，挂了吧。哎，你着什么急呀？我在电视上看见我老公被劫匪抓去当人质了。如果劫匪把那臭要饭的给杀了，是不是也算成全咱俩了？亲爱的，要不然你也别结婚了，咱俩过得了。行，就知道了。你这个能借我用一下吗？请您说明一下这一起劫持案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已经控制了局面，劫匪的情绪很稳定，人质非常安全。像这种渣男人就应该好好制止，否则留在社会上就是个祸害。拿什么玩意儿呢？干什么？别电了，再电出人命了。拿过来！杀！杀！想哭就哭出来吧。没事儿。来，擦擦手吧。你脖子上戴的什么呀？哦，对了，这个还你。这什么呀？这谁给你的？你给我的呀。我？啊，这上还有你签名呢。哎，臭流氓，还看？那不是我俩在这干什么呢？你给我。你会用啊？把笔拿给我。拿着，这个等我们订婚的时候再用。还给你吧，反正我也用不上。我打不动了，换你呀。里边的人注意了，按你们的要求，啤酒给你们送来了，请善待人质。黑哥，他们真送啤酒来了，一下够，剩下的给看热闹的分了。来，黑哥，你为啥把酒给他们呢？废话，不得瞅瞅他们有没有下药啊。
喝了。啊。站住！你好，我是警方派来的谈判专家，毕业于美国加州李先生警察学院，我是来帮助你们的，对你们没有任何威胁。谈判专家什么东西啊？谈判专家这个东西呢，按照书面上讲，它是劫匪与警察之间沟通的纽带，友谊的桥梁。你先别动啊！哎，你去搜他身上。听我说啊。有些人呢，表面是坏人，但是他其实你们都是好人，不就是暂时遇到了一些困难吗？而我就是来帮助你们解决这些难处，给你们办实事儿。你彪啊！偷鸡摸狗的视频啊，你看这些事情有人性吗？啊，对得起我吗？没我帅还敢偷我老婆啊？没道德，没素质，没知识，哎，没文化。哎，妹妹，师傅，师傅，能不能不要再打人质了？虐待人质太不人道了。我就是人质，那你更应该收敛一点啊！杀！这棺材里装的是人质，这是干什么？有要求可以谈吗？为什么要让局势恶化呢？我能看一眼尸体吗？人质，快点走开！走开这里，走开你快走开，走快点走啊！走开，走开，走了。说，咋谈？看年龄，你应该比我大两岁，我就叫你一声大爷吧。大爷，说说你的条件吧。500万现金，一辆车加满油。对这个车的细节，你有什么要求没有？比如说，是不是本地牌照，排量要多少的？车里边这个座椅要不要求是真皮座椅？那个要个车哪那么多废话呢？但是必须得有天窗啊。好，是几个人坐？4个，我俩，他，还有外边那女的。没问题，马上就给你安排。钱咋办？啊，至于这个500万呢，你也知道，这不是一笔小数目，肯定要经过层层的审批，这个时间可能稍微长一点。这500万呐，稍微有点多，咱们少要点，兴许能成，少来点。少要点，手续是不是能简化呀？那得看少多少。10万。弹性这么大吗？那边来信了，书记已经降到10万了。他们在试探我们，一定有诈。局长说有诈。怎么样？总部说有诈，要不你们再涨点？这是人与人之间能不能有点信任啊？我们是劫匪，又不是骗子，干啥呢？这冷静点啊！这样啊，你是专业人士，那你那个书本上有没有教你怎么处理现在这个情况？书上也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啊。要多了不行，要少了也不行，你们到底有没有诚意解决问题啊？哎，大爷，冷静一点啊！这样我再回总部帮你们申请一下，好不好？但是为了表现你们的诚意，能不能让我带走两个人质？行，刚走那算一个，你再挑一个。
这算半个吧。一个。一个。哎。这混蛋拿了一个盲人女孩治眼睛的钱，帮我还给他。倒挺仗义。放心吧，这份爱心我一定替你们转达。走。哎，那个我们都饿了，要不给我们弄点吃的？对，早就饿了。好，好，好，我马上派人给你们送过来。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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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那个，等会儿，你们的人我们信不过。要不这样，小圈，我们俩陪你去拿，咱们走。等会儿，这么点事还用得着女人？啊，也是。你去吧。你呢？分手那会儿，你没留我。这次，我也不留你。咱俩扯平了。带着吧，辟邪。小心小心，来来来，台阶台阶，走。来来来，快快快，扶着人质，扶着人质，慢点，走。你想说点什么吗？这么说，你不是劫匪了？哎，我朋友陆小圈和我一样，也在里边装劫匪。我求你救救他。放心。我们警察是保护好人、消灭坏人的。局长，特警队集合完毕，请指示。强攻。不能强攻，我女朋友还在里边呢。放心，我们警方的枪是绝对不会乱开的。对不起，走火了。不行，我要回去。我要回银行。别拉我，别拉我，让我回去。你总是说好的，我还记得。你总是说好的，给我快乐。我们是真的爱过。亿万。小圈，是我变了，你也很难过。分手那会儿，你没留我，却还在这次我也不留你。爱情是种解脱，那他妈就是劫匪。如果我不爱当作结果，人质都得死。注定坎坷。原来我想的太错，现在懂了，请你原谅我，让我一直寂寞。你搭档咋还不回来呢？不让警察给扣下了吧？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Thank you.
怎么回来了？我怕你肚子饿。吃个面包。脸怎么了？没事，我不小心撞警察手上了。这个香。嗨，我饿饿，我饿。不好意思啊。局长，银行天花板有一个通风口。通知狙击手。明白。上了你，一不小心就爱上了你。你那个，你动啊？什么就爱上了你？小心就爱上了你，你那圆咕隆咚的大眼睛，看没看见你面前的我有多么帅气？跟我 say wow， 美女你不要紧张。跟我 say wow， 不要搞坏我的心脏。跟我 say wow， 我要等你的新郎。今天晚上我们就入洞房。局长，狙击手已经就位。狙的。兄弟，没事啊？咋的了？你给我打颗子弹，我真没想到你太仗义了。我也没想到啊。丫头，带子弹。哎呀，小心点儿，有余电。不好意思啊，这个是临时工。你们看我把谁给带来了？嫂
好吗？这位不用多介绍了吧？好好聊聊吧。大嫂，你说话呀！让他走。啊？我说让他走。你老婆？新兵，我现在就开始杀人质。哎，别别别！哎，别别，你冷静点！哎，哎，这，哎哎，大爷，别别别，我不知道你们夫妻关系这么紧张啊，大爷。大爷，我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夫妻关系这么紧张啊，大爷，你别开枪。为什么叫他来？我真不知道你们吵过架还是怎么的。钱呢？啊！上边没同意，不会是你死活是吧？滚！大爷，我这不就来跟你商量这个事儿吗？商量个屁啊！你看看，这不现在几点了？天都亮了。黑哥，请容许我在局外人替您分析一下，既然弄不到钱。你投降吧！鸭子，这玩意儿怕了！快点，我给你冷静点，老汉。我要！师傅，我都劫持人质了，我他妈就要吃吧，你们都不给吗？钱啊！啊！里面人质的命你们不要了是吧？啊！乞丐的命就不是命，对不对？啊！太难！不信，老子现在就杀人质给你们看！我就是个剃头的，我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宽限几天也行啊。飞哥。黑哥，他们要多少钱？10万。咱俩开店的钱还没还上，我跟他们商量商量，能不能先欠他？说今天晚上还不上钱，明天早上就请人了。这么说，今天必须得把钱给他凑够了。我跟你说，我有儿子，儿子刚出生一个礼拜，生下来就在医院保温箱里待着。我媳妇刚怀孕，我就围上了。我想的可好了，她满月的时候，把脸纹上，等不着那满月了，你知道吗？天一亮，我他妈就剩这个纹身。行，我儿子命不值钱是吧？哥，是钱。
宇实在是太可怜了。我虽然不想留在这儿，但你放心，只要我有一口饭吃，我先给你儿子。我离开这儿之后，你儿子需要多少钱，我付。老干，就凭你刚刚说那段话，以后你在门口要饭，我不管你。对，咱们劫匪，人质一条心，对吧，黑哥？不许动！都别动！别动！都别动！老黑，我们是一条船上的蚂蚱。你放屁！谁跟你一条船上的蚂蚱？我们不是劫匪。这行啊，假的。我们是来换假币的。你们不是劫匪，我们是装的。你才是劫匪呢。那我们以为你们是劫匪，我们才跟着装的呀。我警告你啊，你不许学我说话。我没学你说话呀。可我们真的是装的。这枪怎么能骗人吗？啊啊啊！来吧来吧，我们来舞蹈，打开你的心，再大声尖叫。来吧来吧，我们来舞蹈，快点到我怀里，你别想跑掉。来吧来吧，我们来舞蹈，打开你的心，再大声尖叫。这场闹剧该到头了。大哥，你到底是干啥的？反正报不了啊。你是卖假币的？回答正确。不好意思啊，来晚了。电话咋总打不通呢？你拿走了我的手机。你拿他电话给他打电话。我说怎么总占线呢？你整个老红包你。这个黄毛，站起来。你是警察吧？大哥，你看出来了。给我准备一台加满汽油的车。啊，没问题。对于这辆车，您需不需要本地牌照？这个排量想要多少的？哦，对了，最重要的是，您需不需要个天窗？还有，几个人坐？你在套我？你们都听着，我每隔十分钟就要杀一个人，你们都给我蹲下！很遗憾，时间到了。有没有自告奋勇的？刚才我看你们一个一个的都很仗义。别，你听我说，那个警匪交战，不杀来使，我在警局人缘不好，可你个心还有两颗，可你疼啊，撸啊我也来疼。有道理，你很像二十年前的我，不过那个时候我已经很有钱了。是你电的我，但是电棍是他的。那就你先死啊。你闹。求生欲望真他妈强。
好意思，为什么调过我？你连尊严都没有，杀了你没有任何意义。仇富。你到底想不想死？叔，渴望。哥，局长，天快亮了。我手里有七张假币，其中一张画了一个红叉子。谁要是抽到，就挨钉一枪。好了，现在正式开始抽奖。他昏倒了，我帮他抽啊。这个。我没有红叉，我没有红叉，就看你了，你这个丑八怪。没有。当时那架飞机离我只有0.01公里，但是在1/4根烟过后，那个女孩将会对我说3个字：分手吧。由于飞机飞过那一瞬间声音太大，我没有听清。好啊，当我失去的时候，我才追悔莫及。如果老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将对那女孩说3个字：我爱你。这辈子都不会走，我爱你。
你们团伙不两个人吗？你同伙呢？我没有同伙，就我一个人。站在我身后这个小伙子，王亿万先生，就是他协助警方把通缉犯缉拿归案。现在警方准备发100万奖金给王亿万先生。20多年前啊，我的爸爸给我取名叫王一万，他希望我大富大贵，出人头地。今天我做到了。
给我俩合个影。春秋冬夏已经变成你被剪掉的长发，看着你的眼神带着亏欠，其实我也尝试着忘掉从前，偶尔也会想念那个雨天，一盏灯照亮你跟我的房间。你离开的背影在不断延伸，那曾经的画面也慢慢失真，在爱你的回忆里陷得太深，每当我睁开眼已到了黄昏，在你的世界里再停留片刻，让我带走你最后的温热，不再问你为什么一定要走，也不再执着。别叫我懦夫，你们全都听清楚，我可以给我爱的女孩多一点点的保护。别叫我懦夫，你们全都听清楚，可能我忘了自己已经不再是你。别叫我懦夫，你们全都听清楚，我可以给我爱的女孩多一点点的保护。别叫我懦夫，你们全都听清楚，可能我忘了自己已经不再是你。你总是说好的，我还记得。你总是说好的，给我快乐。我们是真的爱过，是我变了。你也很难过，却还在安慰我。爱情是种解脱，还是苦涩？把爱当作结果，注定坎坷。原来我想的太错，现在懂了，请你原谅我，让我一直寂寞。曾相识相知相爱一场，你给我一双美丽的翅膀，我飞向远方，而你一个人在流浪。我们曾相识相知相爱一场，在没有了你的地方，想象着你孤独遥望的相爱。